12月27日系圣家节，李品生主教喺玫瑰圣母堂主持圣家节弥撒。李主教喺讲道中指出，圣家与所有家庭一样，需要面对各种生活上嘅问题，但圣家会以信德嘅爱去面对，并将呢啲困难当作向天主嘅奉献。他认为圣家内每一位成员除了以信德的爱在实际生活上互相尊重、爱护与支持外，亦会以超圣的爱不断为对方祈祷。主教鼓励各家庭要以圣家作为榜样，学习在面对问题时以信德的爱在家庭中互相尊重与支持，亦将天主作为家庭的中心，让爱的诫命临于家庭当中。弥撒最后举行家庭祝福礼，在场的家庭逐一上前接受主教的降福。